镜头往这里看，是不是有尖叫声？XOM 组合欢迎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一二三 ，We are one， 大家好，我们是 XOM。XOM 组合好可爱啊！刚才在那边候场的时候，你们竟然来个千万别换台，太可爱了。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微博上做了一个宣传，就说你们要来我们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进行全球首秀《上瘾》这首歌。然后呢，我的微博上有20000多的转发，现在已经接近30000了，10000多的评论。然后呢，刚才在直播前呢，又很多人给我留下评论，说一定要让我带粉丝问你们一些问题。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每人都有一个问题，我们问一问好不好？我们先请吴亦凡出列好不好？对，谢谢。吴亦凡有着非常高的个子，粉丝说他有1.87米，说是真正的大长腿。我们可以请吴亦凡展示一下大长腿好不好？真的是呢，哇！好，现在请鹿晗出列。你好，好多人很爱你，很爱你，因为明天是他的一个大日子，对不对？明天是他的生日，我们一起祝福他生日快乐，好不好？谢谢。哎，问一下鹿晗呀，生日愿望是什么？这是粉丝问的，会不会去吃火锅带着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吃火锅。我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我爱的人或所有爱我们的人都能够幸福健康。啊，谢谢，请归队。谢谢。好，张艺兴在哪里啊？哎，粉丝问你啊，腰伤好了没有？哎，谢谢大家关心，腰伤好很多了。腰伤好很多了，一会儿载歌载舞会不会受影响？不会，很好。好，加油！我们给张艺兴鼓掌。谢谢。这个舞蹈是像爱情，像毒药一样，你们给我们的爱，粉丝朋友给我们的爱，像毒药一样。哎，大家可以学一下哈。对，这样。哎，这么可以比出来一颗心，然后把它吞下去以后。经过身体然后消化，然后这个整体的舞蹈是给别人告诉大家是一种强劲的上瘾的像中毒般的爱，就永远保持那颗爱，对不对？对。哎，待会儿呢我们在 XOM 唱歌的时候，大家可以比这个动作送给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XOM， 赶紧去做准备，上瘾要全球首秀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粉丝们，来吧，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XOM 上瘾。出道短短的2年，创造了无数的记录。去年发行了正规一集 XOXO Kiss and Hug， 销量已突破100万张，成为自2000年以来唱片销量第一，打破了中韩两国多年的记录，包揽了中韩两国权威颁奖典礼、妈妈、金唱片、首尔歌谣大赏等多个颁奖礼的唱片大奖。他们是来自宇宙未知行星具有超能力的男孩，他们平定了各个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心，他们努力上进，谦和有礼，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标准的偶像典范。 XOM 上瘾全球首秀。干杯呀，这是
这是 Overdose。HTC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